威跟赫，所以我先做哈、你看它是这样子嘛，站。就是这样子，那这里再循环，再循环，再做，它的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是用动作来带领什么？带领小腹，带领丹田部位的压缩啊、开合，气的进出啊，还有很多是气在胸跟腹之间的转它的第一动这个起来跟那个太极拳一样，我们太极拳起来是用走嘛，这个也是一走的时候，你的手肘跟你的胯是相对的两个点，所以走起来是。这样子，这个姿势出来之后，被打开的是这边，是两肋间。这样子，这个开，所以气息抽起来，这个时候小腹也被抽起来了，你们先试这个，不要用肩膀，不要用肩膀做，这个手肘的起来的位置是在从这边往前大概45度角走，往前45度，这样身体。向内含，这样子，然后头眼睛不要往下看，提气从这边进去。老师要特别配合呼吸。你不要管，你这个时候你一定是吸的。你如果动作做对的话，这边做对，这边往后，再往上，这边是不是开了？有没有感觉到？对。哎，你要感觉到两肋这边上下伸展开，气就自然进来，来试试看，走。好，在这边先停一下，这都松的。都松的，肩膀松的，手是松的，只有手肘提，手肘往前引，胯往后引，很好，不要往。